给大家拍一下长江道啊，从海光寺家乐福这开始拍啊，拍一下长江道。马路右侧是海光寺家乐福，左侧是环球置地广场，是个写字楼啊。这是天津高级人民法院，和天津百利机械集团有限公司。右侧天津市南开医院，在右侧前走是长江道与南丰路交口，就这个路口啊，南丰路与长江道交口。南丰路公交站在右侧，白堤路与长江道交口到了，在左侧。四马路与长江道交口，右侧是天津第一轻工业学校和长江道天桥。海丽田乡家园在右侧，是个小区。青年路，青年路与长江道，哦，青年路与长江道交口到了。红旗路与长江道交口啊，前方的路。
红旗路与长江道交口在前方，这立交桥叫长江道桥。长江道立交桥啊，就在前侧。野锦路与长江道交口，再往前走就是密叶路与长江道交口。左侧的小区叫木川里，马路左侧的小区叫木川里啊，在马路左侧有个小区。